你要感谢我，我就不给他了。你今天要干嘛？女戏蛋啊，传承啊。那你心力越来越强。我是南瓜，我本来就万圣节到了。哎呦，错，我大圣诞。万圣节妈妈，小贝贝抬杠了。脸脸笑眯眯，你有笑眯眯吗？对，笑眯眯。哎呦，你这还得笑眯眯超强。我想要请你们帮我一件事情哎。哇，这是谁呀？跟真鱼笑得很像。叫脸脸笑眯眯就是假笑，好，终于正常了。面前他就假笑了，原来他们都是小矮，有啊，你们那个小矮的，他就是这样，那个法令纹会很深。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可以。好啊，那我就请你们帮忙哦。那我跟你讲他的家在哪里，好不好？那你先帮我讲查查查查，我去辨出来，可以吗？你们觉得我这个我这辩教很强？我抓的你。他溜滑梯溜下来了。我这辩教他的家。还有吗？有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想要远一点，肉肉，这样子你们才会累到。喵喵喵！好好好，来，等一下呢，小矮人呢、啊，他在这里上班，乖乖乖。无辜的那种脸，无辜脸。哇，小矮人在上班了，可是他要回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可以带他回家吗？怎么带？你看我了。晨晨已经自己要起来带了。我先一次只能拿一个。回家。Yeah.
被关在门口了，吊在外面了，你没有把它放进他的家。嘿，是吗？门？不是，不是，他吊在门口了，他没有回到家里面，你要把它放进来。对呀、啊，谢谢。爸，那你请回坐，坐休息。哦，是谁趴在地上啊？上次怎么趴的啊？弟弟。好好。快点啊！还要拿什么奇怪的东西给老师？捡到灰尘。哪一个？跑快快 ，Go！珍妮讲，他就要去。坐好哦。你要尿尿尿是不是？往那边冲哦。你尿尿尿。往那边哦。那我们俩尿尿。哎，晨晨坐好哦。谢谢你哈，请坐。想要尿是不是？想要再尿尿。等我一下哦。给尿全部尿。一个喝水，全部喝水。对。